厝里呐出来出了一个艺人哦，其实对厝内面的人，有当时交代了真好势，有当时交代了无好势，就是呢，吼，当然迄过去的代志，是就因妈妈要离开一工，伊无伫身躯边，这一世人的遗憾啦。所以每一个艺人拢有伊心内的点无拄好，今仔日。你厝内边的人来提一下，大兄大嫂、二兄，啊，你有啥物过去亏欠，啊，是有啥物话要对你讲的无？其实，阮兜三兄弟仔拢做友好诶。啊，伫个妈妈要走的时阵吼，我甲二兄做一个决定，对妈妈做对不起的，就是甲妈妈弃车，这。这样代志，我要对大哥大嫂讲起来，因为当初大哥大嫂坚持袂使安尼做起，啊，但是因为阮两个兄弟也无照顾着，所以两个查甫决定了，就决定甲妈妈弃车，但是弃车了，互妈妈加艰苦三个月。我每一个入去照顾病房那种诶咧狗的所在，甲伊看的时候，我每一个拢好个不泣不成声安尼。我知道我做错了事情。害妈妈给艰苦三个月，这是我一生最大的遗憾。是，当然这是真痛苦的决定了吼。我会使请大哥、二哥啊，到起来待定无？敢袂使？欢迎大哥、二哥。特别幸好看到大嫂啊，因为爸爸妈妈就早就归往去啊，所以。大哥跟大嫂是照顾爸爸妈妈上届买的，就是拢大哥大嫂家，我嘛六岁六月。啊，虽然咱是出钱的人，但是出钱的人无即个狗的人的辛苦啊，所以我最尊敬的大哥大嫂，哦，我即马敢当作敢像家己的爸爸妈妈同款安尼看待，甲对二哥嘛是同款。可以说是再造的父母了，真的。哥哥，有什么话要跟弟弟开讲一下无？今日回来故乡小讲，这么好一个这么骄傲的弟弟在家，有什么话要跟弟弟讲无？小好了，那有什么为难的代志啊？你要回来厝的，大家参详一下。好，我知影。哦，这点我是看。拢下伫心内较济啦。谢谢大家观众的爱护，谢谢谢谢。大嫂，伊个小号足尊重的大嫂吼，有咩个？我尤其是大嫂伫我心目中是真的没有人可以比的。是，因为爸爸妈妈拢是伊咧照顾，啊，伊上为难，因为照顾老伙仔拢是为难着新妇，一定是的。啊，所以我特别对啊大嫂的尊重哦，无人能比。讲安尼，我感觉安尼，这是熟悉的。我咧个性无付出遐尼那济啊，你讲啊，我个性是有一点。没啦，不会，真的，真的，大哥大嫂做够遐啦。谢谢。加油的，破声啊，吹一个。来，二哥哈，二哥嘛，你二哥嘛哈。啊，二哥，我的这个。第一个头路是二哥输给我的。哦，是是是是。啊，因为我做卖地吧卖九年半，但是我卖两年，我就伫小港买一间套地厝。哇！拢是二哥的功劳嘛，吼。是啊。二哥，你感觉小虎对家庭付出了有够？应该讲我是感谢伊讲，伊对我是大人，啊，拢是安尼真好啦，啊，遮兄弟啊，遐兄弟啊拢真好个，伊哦人个。咱是真足客气啦，啊，足自爱啦，哎，还是有较好啦。了解，来，因安尼大哥、二哥、大嫂的感情大概真尼好吼。不管过去，过去小可的，伊讲伊有亏欠家庭的所在，但是今仔咱伫这恁的故乡，大家徛伫个台顶，小可对大哥、大嫂、二哥讲一个话咧。啊，其实有千言万语吼，拢讲袂了。但是今仔日我身为蔡家的一份子，哦，我是厝的第三个后生，啊，虽然我唔敢讲有贡献介大，啊，我感觉我搁足亏欠大哥、二哥、大嫂，
我感觉我够做亏欠因，因为因为我做的替我做的代志非常多，所以我伫遮除了感谢，嘛是够感谢，再次的谢谢大哥大嫂，大哥非常好，来用这首歌，用是代表你的心情。OK， 这首歌嘛是我家己写的，故乡的北部，破声来。看到彼粒山，想起爸爸妈妈。早暗着塔山，天气渐渐寒，唔通下要上京搭，烦恼着爸爸妈妈。你的囝儿虽然出外来打拼，总是会挂念爸母勤俭凊彩吃甲饱，赶紧来打拼，认真搁打拼，唔免等好夜。欢喜回去故乡，甲恁友好，唔免我唔惊。谢谢永吉叔，故乡的爸母。再一次献给小港的乡亲，好吗？谢谢大哥大嫂二哥，谢谢。看到彼粒山，想起爸爸妈妈。站着塔山，天气渐渐寒，唔通下要上京搭，烦恼着爸爸妈妈。今日虽然出外来打拼，总是会挂念爸母勤俭凊彩吃甲饱，赶紧来打拼，认真搁打拼，唔免等好夜。早日回去故乡，甲恁友好，艰苦我唔惊。